笑一个，嘿，再笑一个，啊！把钱包拿过。我这个咋不听我的话了？寻找一百家宝藏美食店，今天我带大家到百家巷子看一看，是胡同里的涮羊肉。我来吃吧多少遍了？今天俺女儿回来了，带你去吃涮羊肉去吧，喂。乖，走。俺哥弄没好，迫不及待地开始吃芝麻酱。我给你拿个馍蘸着吃，管不？不不不，那你吃了这蘸了馍，你吃了走吧，这肉都是俺。我不能走。那因为啥？你就我了，我吃下去。太过分了！下肉喽！我勒个娘哎！这我衣服谁下来谁吃，他把他这一盘都下完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吧，你下来。我们都吃，你看俺家的这个吃辣椒当大椒，这那些多不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这叫吃辣椒，这是心里安慰。但是蒜泥，得给多了点。好，够了。就给。旁边换一点。嗯，我最喜欢吃他家的这个羊蛮筋了。哎呀，有嚼劲。你这怕吃膻味的？吃咱这个铜锅涮的这个肉。不馋吗？不馋吗？不馋你。他这是咱的本地羊山羊肉，我帮你馅好不好？他这个肉。妈妈帮我馅。能尝吗？帮你馅。吃了这你也不吃辣管吗？吃呗。哈哈哈！真好吃，家伙。真好吃。真好吃是吧？真好吃。真好吃，我每人都带你呀，管吗？嗯，但是谁买单？我。好，管。证据啊！这可有证据啊！这羊蛮筋。我的嘴。嚼的没有，你看这羊蛮筋，越嚼越香，这个蘸的那个料好吃。看见我，要给我倒点儿啊！谢谢了，华哥。不谢。等会儿我买单，不叫你买单，管不？管不？管不？哎。Nice。你少吃点哈，别吃那些。太吃饱了。搁住脚吗？我这没有，我这黑鞋变成白的了，这都是华哥踩的。吃火锅就得这个老方便面，偏方的。不下方便面都给不吃这羊肉涮锅羊肉了。对，这羊肉好吃。谢谢了，谢谢了。不谢。饭后吃点青菜多爽，这涮羊肉一吃，最后吃点方便面，吃点这，这味道白再说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带劲。是，我跟你说，这到底呀，我跟你说。方便面加肉，哎呀！你吃过羊肉汤下来方便面吗？你辛苦了，你是我的手，我是你的佛的。谢谢。给我当佛的给你弄。嗯，我是这，我是这老袁，挺好吃。羊肉汤方便面。喂喂呀，刚好我自己喝，我不啊，你怪我是吧？你怪我，我也不结账。好妹夫，怪你干啥去吧你？哪来的你？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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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划掉呀你。这个拉走。划哪去哪去？啊，拿去！我跟你说嘛的，咱俩换完袜子穿穿吧。滚！你的光不漂亮。你就，那对。今天咋都不中了，结账去。